终于上岸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早上的浪真的是屌屌屌屌的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威毅啊。这几天我都是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就床上躺平，然后就一觉到天亮，所以睡得真的是超饱的。然后早晚都冲浪，早上冲，下午也冲，每天冲个两三次。那就是整个人就是很邋遢啦，因为就是真的是冲浪生活，也没有什么在打扮的，然后就是为了就是来这边冲浪。前两集说的，我们这个房间外面就是马路，所以就特别吵，就请大家见谅。然后今天今天是礼拜五，明天礼拜六会有，听说会有比赛，是昨天早上下的那个浪点会有比赛，所以昨天晚上就看到好像许多疑似选手的人已经来到这个地方。那等一下要冲的话，可能也是身边都是选手，所以蛮有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国内的比赛，他们菲律宾国内的比赛。明天应该是会非常精彩，那我再拍给大家看。今天就先下水，然后我就不带 GoPro 了，我会轮流在岸上拍照，拍影片，希望可以拍到啦。如果拍不到，至少也可以拍到很多的那个选手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就喝个咖啡，下水啦。上岸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早上的浪真的是屌屌屌屌的，真的浪很好。但是后来呢，那个整个高手云集，就是我相信不只是 local 在玩而已，应该是有蛮多这个选手来到这边来练习，因为他们明天有比赛。那我们也从旁边看到，哇，许多人飞来飞去啊，然后要在他们中间拿到浪，真的也是不容易。不过还是玩得很开心，很高兴，就是。这一趟来没有失望，那浪应该还会再持续两天，那就差不多我们冲完好浪以后也准备收心就回台湾了。好啦，今天我觉得也冲了满足了，早上这三个小时真的，哇，每一道浪都好长哦，真的有比这个东北角的浪好很多。那我觉得目前唯一有看头的就是餐厅啊，我们的餐厅也是蛮屌的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来去吃个饭。
每天的行程就是一样，冲浪、吃饭、冲浪、吃饭、睡觉，冲浪、吃饭、冲浪、吃饭、睡觉。OK， 看一看今天中午有什么好吃的，我们去找找好吃的吧。啊，这个中午忘记带相机出去拍，所以又没有拍到我吃了什么，所以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在那个沙万吃的东西。除了第一天我们吃了一个非常地雷的食物以外，接下来这几天我们觉得我们选的食物都超棒的，有认真做功课哦，而且有吃那个手扒鸡，不是手扒饭，昨天晚上吃手扒饭 Seafood Double 这边大概消费如果要吃不错吃的大概就是150台币了，100到150台币，对对对，差不多。那分量可能没有台湾这么多，因为他们这边没什么青菜，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肉跟饭或是肉跟面这样子。那蛮好吃的，我觉得比西雅糕好吃很多，所以在这边饮食上没有什么问题。而且还有 7, 如果你吃不习惯 7 东西也可以满足你啦，所以我觉得不错，饮食上过关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又是到了这个下午要冲浪的时刻了。好了，想要好好冲浪，可能就不拍了，不然就是拿 GoPro 在这个海上搜寻一下，海上搜寻一下。好了，下午见，我已经晒伤了，天哪！耶、yeah, ，我们遇到这个讲中文的朋友了。新加坡的朋友，太好了，加你就我们六个人讲中文。冲够本啦，可以回去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威毅，谢谢你收看这支影片，别忘了记得按赞、订阅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